内室弯道，伴您进入与神相交的美好安息。当行善，罗马书13:3-4。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，乃是叫作恶的惧怕。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？你只要行善，就可得他的称赞，因为他是神的用人，是与你有益的。你若作恶，却当惧怕，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，他是神的用人，是深渊的，刑罚那作恶的。地上做官的是神的用人，是神设立管理世人的。要顺服在上掌权的，当行善，勿作恶。基督徒只管靠着主，在生活中、工作上、各种的人际关系里面，照着圣经神话语的教训为人处事，尊重并顺服掌权做官的。神的儿女在基督里面讨主的喜悦，在世上多行善，就能得到称赞，荣耀主名。主啊，你在地上设立掌权的，君王的心都像垄沟里的水，任你流转。身处混乱的时代，我也曾迷茫灰心，不知所措。但你的话永远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不断引导我要行在真理中，不再埋怨教区，单单仰望生命的主宰。我的救主，主啊，我已明白，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一切都在掌管万有的阿爸天父的手中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祷告，阿们。
求成全我，求成全我，让我能逃出地心雨。求成全我，求成全我，让我能荣耀主的名。求成全我，求成全我。